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坛思见》。在我身边有施永青先生和思基金的基金经理李浩德。两位，上一集就100集，有些观众都留言给我们，赞大家是做得非常好的。另外都有些意见，就认为我们可以讲得多元化的题目，譬如可以讲多一点政治或者其他影响，即是投资相关的题目。或者我们今天首先就讨论一个上一个礼拜都颇多香港的人讨论的一个題目，就是香港被剔出一個叫自由經濟指數的排名裡面，由過去20多年都拿第一，雖然去年就跌了一位，但是就跟住落嚟就已經冇再排名了。先生，你點樣睇咧？係咪實質上對香港真係有影響？會不會對投資環境都構成負面影響咧？嗱，你睇佢嘅做法咩咧？就是剔出排名，即係唔再計分。係。嗱，呢啲咁嘅計分咧，其實是有一系列的標準的計法，譬如你稅去到多少，國家行政費用佔整個 GDP 的比例去多少，有沒有關稅，公司成立的手續多少，全部有數得計的。即如果是用這些數去計算，計出來香港的排名是依然很高的，即使上次降了都排第二，但是如果還是被他排第二排第三呢，不符合美國的政治要求嘛，美國就要說香港已經淪為中國的其中一個普通城市，因為美國話佢已經收回俾香港嘅特殊地位，咁如果香港唔跌，即係佢冇料到嘅啫，咁所以為咗政治正確咧，唯有將香港剔除個 list 啊，咁呢個係政治嘅需要。如果唔係，你可以問翻傳統基金會，佢計數啊點計嘅？佢一套方法去計噶嘛，所以我認為計出嚟咧，香港啊依然好高嘅。如果香港真係跌咗好多，應該就雞飛狗走先啱啦，雖然有啲傳話啊，邊啲啊走咗，邊啲離開咗，咁一個時期梗有人走，有人嚟嘅。問題整體係嚟多咧，又話走多咧，從港元嘅匯價嚟講，之前一路7.75幾，係，而家高咗，即係應該叫低咗少少啦，叫7.76幾，即係佢要多少少港元先換到一蚊美金，即係佢跌咗啲啦，但係都係同7.8係有距離噶嘛，都係偏強啊嘛。港元偏強的程度，相比其他貨幣對美元的匯價其實是高的，所以從匯率的強顯示咧，就資金冇走嘅事實去年咧係以海外資金直接投資嚟講咧，中國吸資能力咧係高過美國嘅，以前美國第一，而家中國係贏美國。當然呢個係有一定嘅因素係疫情造成嘅，但係亦都反映咧世界嘅資金其實都係喺佢選擇嘅時候，大部分資金都係按照投落邊度有回報，投去回報好的地方嘛，所以應該話之前的制裁咧，其實不是起到很大作用。另外，我相信以在香港做生意的人嚟講，香港之前遇到的問題是美國造成的多過是香港自己造成的嘛，所以我就不覺得接下來，因為他
剔咗香港出去嗰個排名入邊，會有好大影響。當然做生意嘅人攞嚟睇下比較下唔出奇啊。咁但係當你自己做嗰門生意嘅時候，除了看客觀環境的宏觀大環境之外，亦都會看那個行業啊、個生意的機會啊，在這裡做有沒有優勢啊、競爭能力如何啊。暫時在商界的角度就不見有為了這件事而撤資啊，而改變公司的投資策略啊。反而呢我聽到的情況是譬如拜登上台後多多少少在做法上，上次也說過他對中國的基本定位是沒有變的，一樣當中國是威脅美國，是美國造成對美國威脅最有實質影響的一個敵人，這個沒有變的。但是在具體做法上，譬如對芯片的限制啊，其實多多少少都放寬了的。咁另外在生意上都不是即刻話要回到翻疫情前的狀況，有些訂開的貨，譬如醫療系統繼續關稅不加字，咁好多嘢其實是俾人覺得跟特朗普時代比咧，嗰個收緊的程度咧係鬆緊嘅，所以商界其實對嚟緊的情況是睇翻好啲，多過睇壞啲。所以我覺得呢啲咁嘅排名係影響唔大嘅。我見好似陳茂波仲寫信去，寫嚟做乜嘢啊？《華爾街日報》嚇，自討沒趣嘅啫。係，所以先生認為呢個都冇到咯。先生認為呢個都係一個虛名，未必有實質影響啦。咁但係好得，我實際上我有觀察到一啲報道咧，就係有啲即係外資公司係真係近來撤離香港，譬如啲日資金融機構啦。你嘅觀察有冇真係金融機構方面係離開呢個香港嘅金融中心，或者有冇你認為未來嘅趨勢會都向呢邊發展啊？咁啊，我覺得有啲人就放大咗少少咯。你話見到依段時間好多即使做生意啊，唔單止係金融行業嘅，你話咧好似咧會將個規模收縮咯。其實我覺得係反映咗整體經濟過去一段時間比較差啊嘛，好多即係唔單止香港嘅，即係生意做得唔好。你去美國睇下，你去歐洲睇下，其實佢哋啲公司咧都個規模都縮減緊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依個係個經濟上高，大家有不穩定底下咧，咁大家就會勒緊荷包，諗住渡過咗個疫情咯。咁所以不單單是個香港的問題，是一個全球的問題，我覺得不應該兩樣東西放在一起了。至於你說近日一個比較大的新聞，就是一個日資的公司說撤出香港，其實他們自己都出來澄清，其實就被誤解、被誤讀的。其實他們都說，其實他們本身說的時間都是說，因為他們一間日資公司，他們都符合日本政府他們自己去打造大阪一個金融中心的議題上高，他們發揮一下，誰知道就被那個傳媒就解讀了，離開了香港，他們都出來澄清了。我覺得說真的，如果你作為一個金融業在亞洲區的話，其實香港必定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他撤出的話，其實他即係除非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咯，咁你話依段時間我又看不到香港喺至少個金融的角色上高有很大可以被取代的地方。我就反而見到 IFC 的租客好似有啲改變嚇，有啲咩德國啲銀行啊，一啲國際性的銀行就退租啊，或者係。分租啊，搬咗去一啲租金冇咁貴嘅地方，而俾一啲中國嘅銀行都唔係國家級嘅銀行，連省級都冇，東莞銀行係啊，都壓咗，各位咁當然啦，我自己就唔係覺得一個銀行咁著重虛榮有咩好處，東莞銀行搬咗去 IFC 未必會變國際銀行嘅。但係我會睇到咧，就
嚟緊啊，即係負擔租金能力同埋喺金融界扮演嘅角色係轉變緊嘅。即係以前有啲扮演重要角色嘅機構咧，隨住全球形勢嘅改變咧，佢會落翻嚟，甚至靠邊站？係一啲名不見經傳嘅就會上去。點解咧？因為整個世界是變得很厲害的嘛，中國以前就說世界工廠只是初初只是生產一些相對知識含量低的產品嘛，現在中國在那個工業生產的規模啊、投資啊各方面都是已經世界第一嘅啦，即係高過美國都唔係話高幾廿個 percent 咁簡單嘅，即係你嗰個工業發達咗，你出口增加咗，你嘅外匯收入亦都會高咗，貿易亦都會增長。呢啲冚棒都係金融嘅基礎嚟嘅，金融全部要為呢啲嘢服務噶嘛。雖然話而家中國嘅金融中心仲未成，即係去到紐倫港咁嘅規模，但係中國經濟產生嘅對金融服務嘅需求係大過世界其他國家。由於佢對金融服務嘅需求成為主導力量嘅時候咧，其他嘅金融公司，美國嘅、歐洲嘅，佢想喺金融市場上扮演角色，唔可以同中國切割嘅。美國而家嗰個想孤立中國的方式就是說經濟上要跟中國切割，政治上要跟中國切割，文化上又跟中國切割，切割完自己沒有得撈喎，沒事做喎，這樣嘢不濟的嘛，咁你梗係去需要你服務的地方的嘛，所以你話撤離中國跟中國切割代價沉重，所以講就容易，走就一走，發覺不走的電過你很多喎，你怎麼走啊？所以我自己認為呢，中國經濟的本身的規模，你幾年前已經是以購買力評價計已經是高過美國的了嘛，現在我相信你幾嗰陣時唔知2014啊，唔知幾多一四唔到啦，咁已經係規模上大過美國，美國係美元匯價強先至騎住中國，但係以個規模，以個實質生產出嚟嘅嘢，對世界嘅影響嚟講，其實已經係高過美國噶啦。咁所以中國喺金融上那個影響力不容低估的，即中國這樣的經濟規模產生對金融服務的需要，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呢，不會因為美國要割裂就沒有了的，如果中國有這樣的實力在這裡，香港要做金融中心不是靠美國的了，它要切割咪自己切咯，所以香港當然都觀察到呢樣嘢啦，即係中資嘅力量越嚟越大啦。所以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指數恆生指數咧，都有改革喎，應該會更加多非香港公司會喺裏邊啦。浩德，你可以同觀眾講幾句，恆指如果真係進行咗呢個改革咧，究竟對基金管理或者投資有啲咩影響咧？咁啊，恆生指數公司咧，其實就
最近就做了一些諮詢，也都說希望改革一下，改革的內容呢，即大體上就說希望能夠涵蓋更多的行業，不單單是本地的企業多些，因為我們香港和國內的經濟那個現在已經是共同體了嘛，所以就多些大陸的公司啦，也都令到那個數目會多一些，因為過了幾年大家發覺恆生指數呢好像就勾勾鬥鬥不上不落這樣嘛，是吧，最主要原因就是它 過往比較依賴本地的地產、本地的銀行，其實跟我們現在看到全世界最大的機遇就是中國大陸的增長，其實是有少少脫節的，所以呢恆生指數公司就希望透過令到它注入多些、中國的元素，也都、注入多些現在中國的經濟動力，即除了傳統的地產、金融行業以外的一些譬如科技類、等等的行業放進去，那可能個代表性更加高，因為過往幾年呢，如果從一個很多的、基金經理的角度來講，其實那個、恆生指數的參考性呢就越來越低，反過來呢很多基金經理呢反而參考一些、譬如 MSCI China 即的、指數，令到其實恆生指數服務公司本身都有個競爭力的問題，我相信呢整體來說呢、我們慢慢改革，大家都看到過往的、跟股不共權、等等的限制都慢慢開始放寬，也都是我想是切合回、現實的、經濟現實，就是大家的股民參考什麼股票會買什麼股票呢，其實就個指數服務公司都要、面向個市場，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好多，雖然你話個市就即係恆指係比較慢慢地，但其實近來個市咧係好挫嘅，即係閒閒地單日可能有幾百點升幅。我哋過去幾個禮拜都探討呢個問題啦。先生，今日咧錄影嘅時候咧，星期五咧又突然之間大跌六百點，會唔會影響咗你睇法？認為個市咧係未見頂嘅咧，會唔會真係可能會出現啲比較大嘅調整，或者會再跌落去咧？我上次都講。基本形勢咧係有咗改變嘅，一個咧就係、是、我話特朗普上台之後行嘅政策，同拜登唔係同啊，應該特朗唔係拜登上台之後同特朗普嘅政策有根本性嘅唔同，即係特朗普嘅政策相對極端，對市場嘅衝擊會比較大，所以避險嘅情緒。會高啲、拜登上台之後咧，大家就認為有啲特朗普嘅嚴重錯誤可以得到修正，嗰、那個經濟咧會逐步健康啲，逐步健康啲就會對長遠美國嘅貨幣政策啊都會有影響，對息口都會有影響。咁、這個亦都導致而家。資訊率上升啊，對投資市場的前景有所轉變啊，加上疫情的好轉啊，這些都是一些根本性的改變來的。咁呢啲根本性的改變咧，令到要在市場上調轉嚟做的人咧，有機可乘。即係市場上咁啊，前一輪一窩蜂做好，是提供了機會給人調轉做沽空它、即是賺一筆，所以他們是趁這一刻呢是借客觀形勢改變呢想調轉頭做、想將市做下來、從最近金錯來說呢，其實前兩天美國的股市已經是創新高噶啦，都即係話應該上一次嘅調整嚇、我相信琴日美股升完之後，今朝早開始嘅時候，好多人以為香港都大局已定啦啩，咁、但實際上又借機會拆落嚟喎，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咧，喺呢個階段好但真詞咧。是未告一段落，還有做淡的人覺得挫到這個水平未夠和未、還想再推動個市向下、調一段、他目的當然不會、去到現在、28,000多，他可能還想拆多一點，他才覺得
賺夠啦，先即係佢認為呢段時間要有肉食，係可以食多啖嘅，冇理由食到呢度唔算數嘅。所以我認為係做啖嘅人咧，仲喺未放手嘅。咁另一個咧，我認為呢個時期其實仲有政治力量都喺背後都會較量，即係你頭先話啊，將你香港降級喎、啊，你降級應該跌噶嘛，你降級唔跌啊？咁所以就可能美國啊想香港跌多啲先至符合佢嘅講法，因為今年一早就講噶啦，又話好多人移民啊、人去流空啊、資金撤走啊，香港又要淪落噶啦，股價成日升。咁唔似淪落喎，咁佢話要你淪落，咁啊最好跌多啲啦。而家都有一部分人，我見有啲專欄作家都覺得跌咗佢開心啲嘅，係即係各種各樣人都有噶。咁所以我話呢次較量咧仲未完嘅，咁但係較量出嚟嘅結果係如何咧？係邊股力量大啲咧？咁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我就認為暫時嚟講，即係無論你美國都其實仲要救市噶嘛，救市啊嘅時候，除非經濟係好妥當過熱，咁佢想你股市調節下跌低，如果唔係嘅話，股市跌嘅時候，資產蒸化、投資能力減弱、消費意欲下降，都同佢不符嘅。咁中國咧就相對籌碼多啲嚇，佢之前冇大水漫灌咁所以佢有時仲可以收下收緊下某啲政策，但我相信中國都不想看住香港，即係太差嘅，所以需要時佢都會先出下口術啦，必要時有啲位置放下，咁我認為唔會話見頂轉入熊市嘅機會係。相對少嘅，即係喺呢邊呢個位置增持下，增持耐啲先至突破咧，以後呢個位置就變咗下一次上升嘅基礎咯。即係先生都比較樂觀啲啦，不過好淡增持就可能遲咗一段時間啦。咁浩德點樣睇咧？我知道私基金早前都其實都大幅減咗呢個即係股票嘅倉位啦。近來會唔會增持翻？可唔可以同觀眾即係更新下私基金最新嘅部署啊？其實我覺得如果睇翻，即當然你每日睇個市好上上落落咧，新聞好多嘅。不過我覺得即係有幾個重點，大家要留意一下啦。第一就係、其實即今年同埋年頭，我哋開始覺得咧，今年整體個市都唔會太差。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個流動性咧，其實就冇一個客觀基礎就可以收翻嘅。即話印出嘅錢咧，其實就冇辦法咧倒翻轉收翻。事實上咧，可能引得更加多咧嘅機會仲多嘅。咁所以，但係依個喺二月份同三月份嘅時間咧，大家見到一個比較市場比較重要嘅擔心就係啲債息開始上升啦。咁嘅時間，大家就好懷疑係咪收緊水啊？咁但係我即係如果睇翻個市場嘅情況，實際上咧就嗰啲錢咧只係暫時就冇再擺喺個股市啦，冇再擺喺嗰個債市裏邊擺，反而咧就擺咗一啲即係所謂嘅 money market 分上高。咁所以其實錢仲係喺度嘅，只不過咧依段時間咧個市場咧大家個情緒比較即係起伏得比較大。咁因為如果錢已經冇咗咧，佢只會跌嘅啫，就冇彈翻上去。依段時間就係由於錢仲喺度，當大家都貪心嘅時間咧，個市就會彈咯。咁當大家驚嘅時間就會走。咁所以嗰個上落個波幅係比較大。咁但係我覺得就去到依段時間咧，其實就我自己傾向覺得會明朗化翻少少嘅，因為如果你睇翻最近依個零月咧啲息咁樣升咧，其實唔單止係美國啦，即係歐洲啊、日本啊，都係全球化噶嘛，所以息向上咧，其實就會已經其實對。
很多地方有一定的壓力的。咁早兩日咧，其實歐洲都出面講啦，其實因為因應住個息口咁樣上升咧，佢哋都決定咧要主動加快買多啲債。咁即係其實即係收唔到水啦。市場倒逼央行咧就要再印銀紙咯。咁所以我覺得依個就係一個比較似乎貼近即係嗰個即係政治同埋嗰個經濟個情況咯。咁我相信大家一個市場就可能觀望睇下，美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力量啦。咁會唔會都一好似歐洲咁，都係決定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安撫一下個市場咯？咁過去依個禮拜，我覺得其實就逐步就好似緩和翻少少。嗯，我自己睇咧，市場可能逼緊聯儲局要做啲嘢，係、之前聯儲局個唔做嘢，認為冇乜影響嚇，即係唔使理佢。但係歐洲中央銀行已經做嘢啦嘛。係。咁如果而家聯儲局出嚟講幾句説話，咁市場先會好啲咯。係。即係譬如聯儲局如果再係咁嘅情況，佢哋會加快買債嚇，咁即係會放多啲錢出嚟啦。佢買債即係用佢嘅錢吸納市場個債啊嘛。咁我自己咧就覺得美國未有條件行翻相對緊縮啲嘅政策，佢啱啱先至用19,000億去救市，係19,000億，而家係講嘅啫嘛，唔係國庫入邊有19,000億噶嘛，咁點啊？咁咪要發債咯，發債咁高息，咁啊美國政府孭咁重做咩？啊，咁美國政府要錢嘅時候，咪降低佢咯。係，所以我相信咧，即係綜合兩位嘉賓意見啦，即係我哋背靠祖國，即係中國情況唔錯，加埋其實全球都冇收水條件咧，應該股市就唔會太差嘅。不過多一句啦，即係波動嘅話咧，大家都要量力而為嘅。咁我哋今集時間去到呢度，如果大家對私基金有興趣咧，不妨去到個網站啦，或者睇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咧，攞多啲資料嘅。我哋下集再見。